姐姐不去找爸爸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一个人继续找，也可以找到爸爸的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他能去哪儿啊？我刚才醒来时就发现他不在房间了。他应该不会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的呀。怎么样，小杰的东西都没了，他是离家出走的。那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他肯定是不想跟我去广州，所以才会逃跑，想要自己一个人去找爸爸。都怪我不好，不应该硬逼他。怎么办？现在小杰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对得起妈妈呀？小军别着急，小杰那么小，应该不会跑太远的，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啊。爸，您别去了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您发烧刚好，就在家里等着，我跟小军出去找就行了啊。那你们小心啊。老爷，少爷，小杰他没事了，只是受了点惊吓而已，不必担心啊。他怎么会这么晚一个人跑出去？还好没被车撞到，不然就糟了。原来你也会关心他呀。我弟弟呢？他没事了，正在房间里休息呢。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圆圆半夜去找我们，说他弟弟不见了，我们正好在找的时候碰见了老李，老李说你们在这儿，我们就过来了。杨师傅，真是抱歉，不小心差点把孩子给撞了。
这样吧，先让他休息。如果有什么伤的话，你随时来找我们，我们一定负责到底。本来就应该负责。哎，爸，世贤，你们半夜三更的回来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啊？最近家里很多事情，我跟世贤才突然回来。哎，杨师傅，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有事你随时来找我们。老爷少爷，你们慢走啊。爸爸，爸爸你不要走，爸爸，爸爸你不要走。小杰，爸爸，小杰，爸爸，小杰不要走。小杰，你差点把我吓死了，为什么你要偷偷逃走？姐姐，我看见爸爸了，我真的看见爸爸了。你看错了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巧你在路上遇到他？可是我被车撞之后，我真的看见爸爸了。你一定是看错人了，你被车子撞昏了才会出现幻觉，爸爸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刚好就去救你。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他就是爸爸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小杰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为什么要自己偷偷地跑掉？妈妈要我照顾你，你却不告而别，你不听妈妈的话了吗？我没有不听妈妈的话，是你不听妈妈的话。妈妈说要我们找爸爸，你没有遵守约定。我，姐姐，我们不要去广州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我们就在这里好不好？就算我们想要出人头地，也不一定要靠别人呀，我们可以靠自己。我相信我们靠自己也会成功的，那时我们再找爸爸好不好？你真的那么不想离开福州吗？如果去广州就离爸爸更远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，我不想放弃。姐姐，我宁愿和你一起吃苦，我也不要去别人家过好日子，你就和我一起留在这里吧，拜托了。好，我们不去广州了，我们要靠自己自力更生。姐姐，姐姐最好了。你和爸连夜赶回来，一定累了吧？来，把衣服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应该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？你没话跟我说吗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什么事都瞒着我，我们还怎么生活下去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坐。梅芳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我对你就像妹妹一样。后来我出国留学，我们家的生意失败了，你非但没有嫌弃，还尽你的全力帮助我们东山再起。你的恩情我这辈子没法再还你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让你报答过我的恩情啊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父亲太宠爱我了，家里什么事都不让我知道，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我去到了安平，一个美丽的小城市，我在那里遇到了淑华，我开始知道那种离不开一个人的感觉。
只要和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生活是那么的幸福，那么的圆满。我知道那种感觉，可是能给我这种感觉的人，心里面在意的却是别人。 世贤，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心爱的人在你身边，可他心里面爱着的却是别人。美芳，现在就算我人在你的身边，但我的心也死了。我的心。 已经和淑华一起死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证实，淑华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你怎么确定的？我见到了阿发船长，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你们叫李勇，阻止孩子回来。 不惜伤害小菊和小杰的性命，你们找人假冒我，要把孩子拐走。阿发为了保住孩子，跟李勇他们发生了争斗，失手杀死了吴群，现在被关在牢里。你们几次三番要杀死阿发，为的就是要杀人灭口，对吗？不是，贤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说，你给我解释。 吴群一条人命还不够，你们还要害死阿发。现在连李勇都出了事，他可能中了叶伟文社的圈套，已经死无全尸了。美芳，你和伟文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以前的你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是我耽误了你的一生，是我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不是，贤，不是这样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不是，我也不愿这么想。我爸已经查过了，你知道韦文亏空了多少账吗？ 你知不知道他和那个盛昌公司做的生意都是空头生意，已经搬走了公司三分之一的财产。我不知道你和伟文会对我有那么多的怨恨和怀疑。我没有。我早就说过，央行的钱我一分都不要，就算我以后找到了小菊和小杰，钱也不会留给他们。这一切都是你的。 你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拿，而你却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侮辱自己的人格。不，我没有那样做。没错，我是受不了高淑华和他的孩子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的性命，我也没有要韦文掏空洋行。世贤，难道在你心里？ 我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吗？啊！韦文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他就是你的白手套，你可以把所有事情推到他的身上，我不怪你。我已经跟我父亲说过了，韦文亏空的账，就当是送给他，让他离开。 至于你，你也可以离开。不管你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我们的婚姻算是走到尽头了。过两天阿发船长就要回来，他要帮我去找两个孩子。如果到时候你不能接受他们的话，我可以带着他们走。 就像当初一样。
两手空空的走了，带着我和淑华的孩子走。不，世贤，世贤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，你不要走。你放开我！我没办法和一个教唆杀人的女人一起生活下去。相比之下，淑华是那么的善良，那么的洁身自好。现在小军和小杰就是我最大的资产，我不要家里的一毛钱，我只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父母，赡养他们到天年，等他们百年之后，一切就是你的了。至于我们俩的婚姻，已经结束了。师贤，不相信我，世贤真的不要我了，世贤对我已经死心了。我是一个坏女人，我为了他丧尽天良，我为了他差一点害死他的孩子，我为了世贤付出了一切，我的人，我的家产，甚至我的灵魂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世贤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再也无法弥补你了。你死前是否充满怨恨？是否认为我背叛了你？你有一千个理由恨我，有一万个理由埋怨我，我都无话可说。我确实对不起你，淑华。
刚才吹的那曲子听起来这么熟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这是我在安平听的曲子，现在拿来随便吹吹的。啊，我真是在哪儿听过的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啊，算了。高素华既然已经过世了，目前最重要的找到两个孩子，一家团圆。素华是纯洁善良的女孩子，就算你们不接受她，她始终是我的妻子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尽过一点做丈夫的责任。现在，一切都无法挽救。这份遗憾，会跟着我一辈子，一直到我死的那天。我想高淑华的家境清寒，应该也没什么像样的葬礼。我找到小军小杰以后，问清楚葬在哪儿，就用我们郑家儿媳妇的名义重新好好的把她安葬。人都死了，就算风光大葬有什么意义呢？很晚了，刚下过雨，外边潮湿，早点去睡吧。进来，少爷。嗯，美芳，美芳，你怎么了？等等，我去拿毛巾，你下去吧。哦。把衣服披上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倒杯酒。来，来，美芳。再喝一杯吧。
方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为什么要掏空郑家的财产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为什么手段这么残忍？你口口声声说是在帮我，我看你这是在害我。你害我百口莫辩，你害我在世贤眼里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你害我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女人。你知道有什么比世贤不爱我更惨吗？就是今天这个样子，他现在瞧不起我，他现在恨我。薇薇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美芳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？世贤和爸已经找到阿发船长了，阿发已经什么都告诉他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多希望我已经杀了阿发船长，他就一个字都不会说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害我成了一个想杀人的人。薇薇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，这都是你害的。不是我害你的，是世贤害你的。薇薇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，是你想要害死我。你不是我害的，是世贤害你的。要不是我这样，世贤早就把高淑华母子给接回来了。可能高淑华的病早就好了，到时候他和世贤、和小军、和小杰四个人过得很快乐，而你，你只会更加凄惨，更加痛苦。我怎么可能害你？我宁可害别人，也不想看到你那么痛苦。你说我害你也好，你气我也好，我从来都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。要不是我，高淑华不会拖到病死，那两个孩子也不会到现在也没有认祖归宗。我觉得我成功了，我帮到你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世贤说他现在要离开我，他要两手空空的走。他这个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他只是个纨绔子弟，我根本不相信他有这样的决心。就算他两手空空的走，也要让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一辈子，连小军小杰都不能给他。这一两天我会把这两个孩子给带走，我已经跟广州那边的人说好了，到时候在车站后面的小巷子里准备好车子，把他们给直接带走。你记住，这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。世贤要继续发脾气，就让他发吧。反正注定这辈子，他不可能和这两个孩子再团聚。这辈子，他要在你面前看着你的脸色过日子。难道我这一辈子都留不住世贤的心吗？
美芳，你最起码可以留住他的人，他害你那么痛苦，你也不用给他好日子过，也要让他尝到失去的滋味，让他永远不会和那两个孩子在一起，这是他应得的惩罚。为什么，美芳？为什么我和世贤会走到这一步？Thank you.